也许坚持很疲惫，也许希望很难归，也许不放弃才是骄傲的机会。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In a move， 在一次行动当中， move 什么行动？ That h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s， 让这些知识产权律师，讲了多少遍的 IP 啊，让这些知识产权律师 a buzz。 哎， a buzz 是一个形容词，它来自于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叫 buzz。 buzz 什么意思啊？两个 z， 还记得吧，我跟你讲过，只要有 z z 就有头晕目眩的意思。还记得前面讲过的狗仔队 paparazzi， 对不对？猜谜 puzzle， 不用我再讲了吧，两个 z 就是晕的意思。 buzz 也是这个意思，叫嗡嗡作响。最早这个 buzz 就是那种比如说手机震动，就这个 buzz 啊，嗡嗡作响，就这种声音，听懂了吧？滋的声音。那然后呢，慢慢的叫匆忙、急促。你看，震动吧，很快、很急促 ，buzz。那么我最早听到 buzz 啊，我对这个词的第一印象是我最爱的一支摇滚乐队，没有之一啊。如果你要问我哪支乐队是我的最爱，就是90年代在美国活生生一己之力把地下的摇滚音乐的一种类型叫垃圾乐，叫 trash， 它是朋克的一种分支 punk， 带到了地面成为主流的伟大的乐队涅槃。Nirvana 之前呢，美国都是听什么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And we keep on fighting to the end， 都是这样的歌，都是吉他英雄 Metallic 那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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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屌，吉他弹得特别好。好吧， Nirvana 那个主音 Kurt Cobain， 旋律极其简单。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缝纫机乐队，里面就致敬了他们一首伟大的歌曲，叫做你自己，叫 Come As You Are， 叫做你自己。你看这个翻译 Come As You Are， 叫你怎么来就怎么来， Come As You Are， 正如你的样子来吧， Come As You Are， 叫做你自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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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被那个谁啊改成了叫都选 C 是吧？你总是提出问题让我选择 ABC， 我不会唱啊，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改了这首歌叫 Come As You Are， 向他致敬的。那首歌叫 Love Buzz， 就这个歌名让我对 Buzz 开窍了。我当时想了半天，国内的翻译很多都有问题，叫爱嗡嗡作响，听不懂，叫爱急行，爱匆匆，叫 Love Buzz， 就你的这个心里面的爱已经响起来了，噠噠噠，就是对面的这个人让你心跳加快了，开始心跳加快了啊，然后呢你必须要冲过去，否则就癫痫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 a buzz 就是一个形容词，叫嗡嗡作响啊。所以推荐大家听这个 Love Buzz， 一首80年代的歌曲，你听听看，那里面会让我们听到一个非常性感的乐器，就是我最喜欢的摇滚乐当中的乐器，叫 bass， 叮叮叮叮啊，这是前面这个叮叮叮叮叮叮啊，很好听，反正我嘴巴弄不出来，口活不够好啊。 a buzz 叫嗡嗡作响，叫 in a move that h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s a buzz， 在这个行动，有一个行动让这些知识产权律师啊坐立不安了，议论纷纷了啊，开始叽叽喳喳响了，就这个意思。 A buzz 肯定是有一件事情让大家争论了，什么事？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美国联邦巡回法庭，你看 circuit 这个时候叫巡回法庭，联邦巡回上诉法庭 appeal 又来了，讲了多少遍 appeal to， 叫对什么什么有吸引力，但是 appeal 还有一个意思叫诉讼、上诉啊，诉诸于等于 resort to， 等于我前面讲的 turn to， 它除了有吸引的意思还有诉诸于、求助于，等于 resort to 等于 turn to， 这两个都有啊，诉诸于啊，找某人帮忙的意思，就是所以 appeal 还有上诉的意思，叫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够了，你看到 court 就够了，反正美国有一个这样的法庭叫联邦巡回上诉法庭，怎么样？ said 说It would use a particular case， 它会用一个特例、特别案例 to conduct 来引导什么实施 conduct， 动词叫 conduct， 叫实施 a broad view review， 广泛的审查，审查什么 of business method patents， 来广泛的审查这种商业方法的专利案件。讲过 business method， 对专利，对一种商业模式、商业方法申请专利。他会用一个特例的案件
来审核，来 conduct， 来实施审核，对于启动一种广泛的审查啊，来审查这种商业方法的专利。那当然律师会讨论了，大家应该知道有常识，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他们会根据案例来判，比如说发生一件事，他先去翻一翻历史上出现过同类的案件是什么样判的，我们就大概参照来判。而这次他用一个特例 particular case， 那就证明法官认为历史改变的契机到了，这样一个特例代表了未来的趋势，我要用一个特例来改变整个案件以前的方法。比如以前对商业方法的专利是无穷无尽的批的，他是第一个发现可以在网上支付的，好，别人不许用，结果发现极大的影响了商业，那别的机构都不能网上支付，只有他一家可以，那怎么行呢？最后慢慢的放开，所以他用了一个特例，比如说正好出现过一个案例跟以前的判决不太一样，来打破了这个规律啊，无非就这个意思。那当然会引起大家叽叽喳喳，那特别是 IP 的律师，对吧？你放开了就意味着他们这一块的代理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整个句子不难啊。好，再次提醒 intellectual property 啊，知识产权。那么 a buzz 的前面加 a 变成形容词啊，形容名词前面加 a 就变成形容词 a buzz， 叫做嗡嗡作响、叽叽喳喳的啊，有声音、争议等等啊。那么 move 在这里做名词叫行动啊，再一次。行动当中啊 ，which has somebody a buzz， 这里其实考察的是 have somebody a buzz， 让某人叽叽喳喳的吵，就这个意思啊。然后用了一个特别的案例 to conduct 啊，来指挥、指导、解决啊，来启动等等商业方法专利的广泛审查 ，broad 叫宽广的啊。好，专利 patent 看清楚了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词叫 circuit 巡回转圈，所以比如说巡回演讲。叫 lecture circuit， 每年我都会到全国进行巡讲，尤其开学季啊。那么我希望能去到你的城市，好吧，来到你的城市，然后去看看你。那么我们群里面的同学也请把你们的这个，报了我们伟林全程课的，你们不住在群里面吗？大几千人，你们把我们的这些啊，就是你们的个人信息吧，精准的留下来，好吧？如果伟哥去了你们当地做演讲活动，我也会。想办法发微博，你们看到了，哎，可以到现场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啊。Lecture circuit， 虽然我们在网上越到后面见面的时间会越多，因为很多直播课啊，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上线，啊，你们不用只是隔着屏幕看我们了啊。当然不要打招呼把我吓一跳，我每次在全国巡讲，有些同学说的话我都接不住，我真的是亲眼见过一个女生看到我，哎，你怎么出来了？这我关了多久？我靠，你怎么出来了？都有，还有一个男生好屌的样子，穿的西装好正式，跟我冲过来跟我握手。我以为谈业务的，伟哥，谢谢啊，谢谢你。就有些人会真的是好紧张，他会动。哎，伟哥，谢谢你啊，你是藏在我硬盘里的男人。妈的，不知道在旁边听到了，以为我是拍片的呢。谁他妈是藏在你硬盘里的男人啊？你几个 T 啊？啊，真受不了啊！考给我啊！来，学术巡回演讲叫 lecture circuit 啊，叫讲座。好，再来 American College Golf Circuit 什么意思？马上就懂了，美国高校高尔夫巡回赛 American College Golf Circuit， 以后会了吧？下次来一个中国大学音乐节，怎么说？ Chinese College Music Circuit， 如果是乐队表演呢？ Band Circuit， 乐队巡回不就可以了吗？没那么难啊。好，我们再来看 Integrate 这个词，前面也提过，所谓的中频词几乎都有扩展啊，也就不过把它拎出来讲了。不就是前面讲了无数次的英特网 Inter 互相，全世界整合资源最厉害的不就是英特网吗？互相交流的意思 Inter， 所以叫是成为一体、结合、融合、合并、整合的意思，叫 Integrate 这个词的重音。再说一遍 Integrate 整合啊，名词 Integration 这个词真有趣，重音位置都不一样啊。再读一遍 Integrate 名词 Integration 整合一体化啊，不难。好， Integrated 叫被整合的啊，连成一体的，加 ed 而已啊。我们来看个句子吧。 Supporters of the theory reviewed culture as viewed culture as， 叫做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主语是 supporters of the theory viewed culture as， 把文化当作 a collection of， 当作一种什么的整合啊，什么的集合啊， a collection of integrated parts， 把它当成一些各个部分融合在一起的结果。什么呀？什么部分？ that work together， 一起协作，To keep a society functioning， 保持社会发挥运作机能，对吧？ Functioning 叫发挥作用，保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就这个意思。它是一种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一种联合体，
大家一起协作，一起交流，让整个社会正常运转，叫 keep a society functioning， 不就这个意思吗？ A collection of 不就是我讲过无数次的 a 加名词加 of 吗？叫一系列的，你就翻译成啊，文化就是一系列的部分的整合啊，然后让大家一起协作，保持社会顺畅，对吧？ Keep a society functioning， integrated 不难。再来 ，disintegrate， 不用我讲吧，加个 dis 不就怎么样？本来叫整合在一起，这叫瓦解、崩溃，这种词太多了，对吧？你看，我来写一个词，你看 ，entangle， 来 ，tangle， 听发音，这也是个单独的词 ，tangle， 特别让你想起一种舞蹈 ，tangle，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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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得很猛，对吧 ？tangle 动作很大，不会跳的人妈的甩得飞起来，两个人跟打架一样，所以 tangle 这个词做动词叫纠缠。叫纠缠 ，entangle， 使混乱，使纠缠。那请问解除怎么说？这个词很多人就看不懂了 ，disentangle， 尤其它的名词后面加的是 ment， 叫 disentanglement， 根本就看不懂。disentanglement 叫解除、解决、解开、理顺，叫 disentanglement。你看，你就要去适应这种 dis 代表 away 的感觉，听懂了？很好记啊 ，tangle 叫纠缠在一起，那 entangle。纠缠、纠结 ，entanglement 名词，那 disentanglement 叫解除、解决、解脱，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种词的表达啊，慢慢就会有感觉。你看，它考不完的，你会有永远都会有词能拦住你。dismantle， 你看这个词叫拆卸，需要知道后面的 mantle 吗 ？dis away 就可以了，它叫把东西拆开、拆卸。dismantle， 再看一个 ，dispatch， 你看都学过 ，patch 叫补丁。就哪儿缺人你就去，你像补丁一样冲过去，把你派过去去补那个窟窿，所以 dispatch 叫做把 patch 因为叫补丁嘛，把这个补丁 away 派出去去填补，所以它叫派遣，派遣你过去像补丁一样去救火啊，救火队员 dispatch 就这么来的啊，所以 disintegrate 啊 disintegrate， 那同样的除了 dis 这个前缀，可不要忘记 di 也有这样的作用， compose 叫组合构成。那 decompose 呢？ decompose 叫分解、分开。那这个词叫 dilute， 也读 dilute 都可以。dilute 是什么？ dilute 叫稀释。区别在于，这是物理，这是化学。我还没有讲清楚吗？物理上的分解，哎呀，肢解啦，手啊剁掉，脚剁掉，那叫 decompose。dilute 把你化掉。想起了我很爱的一部美剧叫 Breaking Bad， 绝命毒师，对吧？里面不是第一集、第二集就把一个人给化了吗？啊，特别艾美，很少艾美奖的一部片子叫《Breaking Bad》绝命毒师啊，真的相当爱的一部美剧，强力推荐。叫 dilute， 也可以叫 dilute， 都可以叫稀释。总体来说，这些词都是 away 分开的意思，无论 dis、di 都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我最后再补充一个词，比如 dilemma， 你看 dilemma di 分开，分开真难，这个词叫进退两难。这是一个名词，叫进退两难。那么一般考试考 in a dilemma， 叫处于困境当中，处于进退两难当中。你看 di， 特别是后面的 lemma， 谐音难吗？特别是很多像湖北有些同学普通话 l 跟 n 不分，我们说六六六，他六六六，对吧？难吗？这道题难不难？好难，有多难呢？难的意思啊，难吗 ？di， 傻傻分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难不难，所以叫进退两难 ，dilemma。来读一遍 dilemma 啊，这不就是 dis 几个最好的词吗？与其傻背，不如看几个词哦，很难分开分离啊。dilemma 叫进退两难，不说了啊。in a dilemma，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integrate with， 够了吗？需要 integrate 吗 ？with 就够了啊，与什么什么在一起，与什么什么联系在一起，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就这些鬼东西啊。integrate with 不难。好，我们看下面形近词，讲了半天啊。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叫 disorder， 既然有这个叫做把它拆开，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看 disorder 的感觉不就一样吗？ order 本来叫次序、顺序、命令，那 disorder 叫失调，对不对？杂乱、混乱，所以我们说这个治安不好就可以叫 disorder， 叫 social disorder， 就叫社会治安混乱，叫 social disorder， 字面感觉不就是社会失控吗？叫 social disorder， 对不对？好，我们看句子吧。Women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又来这个句子讲过的 ，be susceptible to， 哪怕只认识 to 也知道容易受到什么的影响。这个短语就叫做 be susceptible to，
等同于 be subject to， 对吧？服从于，受制于，容易受到什么的影响？ To developing depression， 容易发展抑郁症 and anxiety disorders， 以及焦虑。In response to 作为回应，回应什么？ Stress， 压力啊，也就是当面对压力的时候，它比起男性，你看 compare 加 ed， 因为是修饰了，对不对？与男性相比，女性面对压力的时候更容易焦虑，就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Depression 本来就叫抑郁，也可以叫经济萧条，对不对？还可以叫脸上有很多坑，月球表面有很多坑，洼地都可以叫 depression， 就这么来的啊。那么 anxiety disorders 叫情绪焦虑啊，失控等等。好，不难 disorder 前面讲过。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乃富老师关于生活时尚口语表达倒霉了，有个很洋气的表达，我们猜猜看它是怎么表达的。来，有请徐乃富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Welcome to We Learn English，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乃富老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生活时尚英文。在我们的书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单词叫做 disorder。 Order 它表示有顺序的意思， dis 它表示有向下的。 disorder 在中文当中可以翻译成叫做混乱、骚乱，或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比如说失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关注在失调的这个意思上，我们有什么样的失调呢？ For example， 叫 eating disorder， 叫做饮食失调。 If you have eating disorder， probably you have a lot of symptoms， 你会有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 you have mental illness or you have depression， 啊，你会感到很抑郁，或者说 you have low self-esteem，会没有自信， or you have peer pressure， 你有同伴的压力等等。显然如果身体失调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病症。那如果是女孩子的情绪失调、内分泌失调，英文都怎么说呢？就在今儿上午啊，我突然听到两个小姑娘在我身边说句话，她说，哎呦，今儿我倒霉了。哎，我想倒霉了，我也挺倒霉的，我那个自行车没锁，后来呢给我扣了好多钱。后来发现呢，她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女孩子说倒霉了，她的意思呢 means another thing。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来事儿了，我来例假了，我倒霉了，我们英文都怎么来翻译呢？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叫做 I am on period， I'm on period。 OK， 这单词叫 period， period， I'm on period。 不仅是女同学要知道，而更重要的是男同学也要知道这些生理的常识。我们来看一下 something you cannot do。 For example， you cannot eat ice cream because it's too cold。 You cannot eat chili pepper because it is too hot or spicy。 You cannot eat the watermelon because it is cool。 You cannot eat chocolate because it's easily for you to lose your temper。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冰的、凉的、辣的，还有导致情绪失控的东西呢，最好都不要吃。那关于 period， 它来了我们会担心，它不来我们也会担心。但是为了让我们准确地掌握那个日子，所以今天老师要推荐一个 APP， 一个 application， 是我的师弟才葛做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名字呢叫做大姨妈， It's a very interesting name， OK？ So if you have the application 大姨妈 in your cell phone， you will know the exact day of period。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用这句话呢来反问别人，你是不是情绪失控了？ Are you on period? Are you on period? 同学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一个老外呢正在学习中文，他把英文和中文合在一起说，是多么搞笑的一个场景。 Are you on period? Yes, I'm on my 大姨妈。 Are you on your 大姨妈？ OK, I'm on my 大姨妈 now。 关爱女性成长，做个暖男，就在有趣有料的英语九百句大百科。同学们， Are you on period? Oh, I'm on period. See you next time. 好，感谢乃富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也就很快引出了我们单元的最后几个词，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新进词还有 distort。 distort 前面讲了多少遍？ TER 代表坏的，还记得吧？我前面讲过恐怖分子 terrorist。 好，包括我前面讲过的恶化那个词叫 deteriorate， 对不对？ deteriorate 等等。那么再次想起这个 tor 叫坏，何况加个 dis 就是各种坏，所以叫扭曲啊。这个 tort 本来就是坏的意思，在法律当中 tort 叫侵权，记录一下，尤其学法律的在不在？侵权，学法律的把你们的手放在空中让我看见。
来啊，台湾腔又来了，可否 everybody 把你的手放在空中甩啊，好屌的样子。Tort 叫侵权，叫侵权，侵犯权利啊。于是第二个词来了，叫 torture。torture 叫酷刑，叫酷刑的意思，虐待的意思，酷刑的意思啊。所以有这个 tort 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词叫酷刑虐待，那 distort 叫扭曲的意思 ，distort 叫扭曲啊。那么国内有一支非常有名的金属啊，金属系的摇滚乐队叫扭曲机器，叫扭曲机器，可以去听他们的歌。在你们看过的那部《缝纫机乐队》啊，应该是好几年前的电影了啊，《缝纫机乐队》当中，它里面有这个我最喜欢的啊一部唱当然了这部电影我还是要感谢大鹏，因为我喜欢摇滚乐很多年了，摇滚乐给了我很多力量。真正听懂摇滚乐那一天，你就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大鹏是立志拍一部电影推广摇滚乐，但很遗憾，这部电影当中真正能称作摇滚乐的就第一首歌就来自于扭曲机器的一首歌，叫《不可抗拒》，听听看，可以发泄一下啊。扭曲机器的《不可抗拒》，你真正听懂的时候，你觉得很爽，要适应金属。啊，慢慢的适应，当你的口味变重了，你听歌品味就上去了。不要总是你身上有他的脚气味，擦干眼泪陪你睡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句子吧。扭曲 ，They could distort the achievement-based system。他们可以扭曲这种 achievement-based system， 这种崇尚成功的系统 ，achievement-based 啊，叫基于成功的这种系统 of peer review-led research。Peer review 叫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吧？对，叫同业审查 ，peer pressure， 同业竞争，还记得吧 ？peer pressure 叫同辈压力，同辈压力 ，peer 本来就叫同辈人、伙伴的意思，所以 peer review 叫同业审查，什么意思？比如说你们的论文盲审，盲审就是把你的论文封起来，交给隔壁学校的人审查，那么这个就叫做 peer pressure， 互相兄弟之间来审查。所以 peer review led research 叫由这种同业监察审查所引导的研究， led 不就是 lead 的分词吗？啊，不就是 lead 的分词吗？对吧？由他所引导的这种同业审查的研究啊，他们会曲解这种同业审查研究的啊这种成功的基石 achievement based system。好，那么这里呢，我忍不住要讲一讲这里的 based 跟 led 两个过去分词。你说这种一杠加动词做修饰的，到底什么时候用主动，什么时候用被动？其实这个词修饰的毫无疑问是后面的 research， 包括这个 based 修饰的毫无疑问是后面的 system， 因为它们本来合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形容词在修饰后面的词，所以它的主被动关系依然取决于这个动词跟后面的关系。比如说 achievement based system， 它的原话应该是 this system 这种系统 is based on achievement， 是基于成就的成功的体系，也就是一切以成功论，听懂吗？被动的，对吧？它基于这种成功来判断，所以叫 the system is based on achievement， 于是合在一起变成 achievement based system。 同样 this research is led by peer review， 这种研究是被同业来审查的，你看，所以它用 peer review led research， 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写一个不是用分词的，用这个不是用分词，不是用被动的分词，用的是主动的。比如说 a good looking face， 为什么？因为 look 不用被动，一般我们说长得漂亮就叫 this face， 这张脸 looks good， 不用叫 is looked by good， 不会吧？叫 face looks good， 长得很好看，所以 look 跟 face 修饰的时候主动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 look 做相当于做一个细表结构了啊， the face looks good， 所以叫 a good looking face， 这是取决于主被动关系，对不对？大家理解一下这种感觉，不难的啊。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节能房，节约能源，你看如果我用的是动词 save， 它毫无疑问就要用 saving， 叫 energy saving house， 为什么？因为是 this house saves energy， 这个房子能节约能源，主动的，所以当它修饰它用的是主动关系的时候就要用 ing， 叫 energy saving house， 还是取决于主被动关系的，听懂了啊？看修饰的这个词动词和它的关系。我再来举一个被动的，比如拍档节目给所有人看，哎，当年的湖南卫视靠选秀起家的，后来发现妈不行了，选秀节目不行了，那当所有人还在搞选秀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哎，他另辟蹊径搞了档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哎，我为什么知道呢？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个编导是我的学生，
啊，因为我现在教课也十几年了，啊，我教课也十几年，你们也看到我在屏幕里慢慢老去，对吧？然后呢，有同学，我的学生很多都已经进入各种岗位了啊。我上一次在廊坊医学院讲座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跟我发信息，伟哥，本来今天知道你来一定要来的，但是我不敢来了，因为我正好这三天预产期要生了，我怕我一见到你一激动，在现场发动了，那这个孩子是谁的不好说了，我靠，疯了啊，简直了。所以我突然发现我真的老了啊。那么这位同学当时做的是编导，他就告诉我他们内部当时开会上这个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在内部开会的时候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就很多人说我们还要继续选秀，我们是选秀起家的，我们不能怂，不能怂。结果别人说不要，那么一定要走蓝海。当所有人都搞这个的时候，观众已经审美疲劳，那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找一档节目，让所有人都愿意坐在家里看，然后他们开始分析，家里面还看电视的是谁？家庭主妇，遥控器由家庭主妇控制，那只要控制了家庭主妇，就控制了全家的电视机，决定看什么节目，多有道理啊！后来一看，家庭主妇最关心谁？孩子嘛。然后最关心谁带孩子？他们最大的抱怨是什么？男人不带孩子嘛。所以《爸爸去哪儿》就出来了。结果没想到，不仅家庭主妇看，绝大多数看这个节目的人都是电视屏幕前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学生们，没生孩子，好可爱，很嗨啊！就跟那篇阅读理解说的一样，哎呦，明星带孩子好爽啊，好轻松啊，豪宅啊。还是在玩欧美，玩了他妈几十年剩下的那一套。你看阅读理解的都批判过了，你还在看啊？所以这地方如果我说我们要设置一档以家庭主妇为节目导向的节目，就这个节目怎么拍由谁决定，由家庭主妇来决定和引导。于是来了家庭主妇 a housewife， 家庭主妇 housewife 引导。我先把动词写好，Orient 节目 Program 电视节目啊 Program 或者 Talk Show 都可以。来， Orient 加 ING 还是 ED， 给你三秒钟想，加 ING 还是 ED。 同样的， This program 这个节目引导家庭主妇还是被家庭主妇引导和决定？目前是谁决定谁？我刚刚怎么说的？家庭主妇想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所以是 Housewife Orient Program， 家庭主妇引导。 Orient 本来叫名词， Orientation 叫方向嘛，做动词叫引导、带领、引领，是家庭主妇决定这个节目。所以当 Orient 和它合在一起要修饰的时候，一定是 This program is oriented by housewife， 由家庭主妇决定，所以加 ED。 这就是我所讲的东西。那么大家要学会，这叫复合词，写作文加分。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内容，我觉得讲的依然很扎实，特别是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写作当中一整段的展示，大家不要辜负我，一定要背诵。好，加油！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一个坏消息，第十三单元即将是我们整本新版练练用词当中最难录、内容最多的一个单元，扩展极其多，并且它本身在书中所占的页码就非常多。十三单元的内容相当于两个十二单元。都不止，还再多出来，相当于两个半，太恐怖了。所以我也带着无穷无尽的压力期待第十三单元，我也会使出浑身解数让你们尽量不要累。现在依旧是晚上很晚很晚的时间啊，我还是保持这么活力四射，因为我知道在屏幕对面有一群和我当年，因为你们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甚至有职场的啊，当然也跟我差不多的也有在考研的啊，还有年纪比我大的在考研的。因为往前倒 N 多年，我也像你们一样为一个目标单纯的执着，我知道这一步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不会放弃。对大家重要的事，对我就重要。我们下个单元见。那完了，完了，不能走，别走啊！还有三个词忘记讲了。哎呀，这三个词我刚刚扩展的时候一下忘了。哎，别关啊！好，刚刚那段不剪也没关系，好像好屌的样子。还有三个词，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错了啊。Tort 讲过了，侵权啊，再来一次 ，torture 酷刑，啊，有点像拖堂的感觉。同学们来，让我再拖三分钟，三分钟啊。Notorious 再次加深印象 ，T O R T E R 代表坏的意思。Notorious 看前面的 no， 我的天哪，这个 no 被大家误解了多少年？看到 no 以为是否定，而它的谐音是 know， 所以它做词根叫知道。不用我举例子吧？比如说前面讲过的通知 ，notice， 知道了吧？做动词叫察觉 ，notice。然后形容词有两个，我讲了多少遍了？第一个叫著名的
notable， 大家都知道它。第二个叫察觉，被察觉，叫能够察觉的，叫显而易见的，叫 noticeable。noticeable 叫能够被察觉的意思，就是显而易见。这两个形容词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遍 ，noticeable 叫显而易见的 ，notable 叫著名的。这几个词一写你就明白了。know 确实是知道的意思，但很遗憾，中间有 tor 代表坏。知道它，它很有名气，但知道的都是它的坏名，所以这个词叫臭名昭著的，就 notorious。notorious 叫臭名昭著的，听懂了吗？最后又来了 ，deteriorate 恶化 ，dr 坏 ，d 向下，啊，所以关于 tort 这个词根，我把这几个讲完，我心里才踏实啊。再读一遍，恶化 ，deteriorate，deteriorate。前面我不仅讲了这个吗？还讲了一个破坏、恶化，叫什么 ？devastate。因为恶魔来了 ，devil， 对吧？所以这个词叫破坏、损害、恶化 ，devastate。今天再补一个，叫我用人格担保。讲完了啊，妈的，连哄带骗啊，简直了 ！Grave， 为了让你们多听一点，各种骗。各位，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啊 ，grave。刚刚讲过后院，叫什么？叫 yard，backyard。而坟场叫 graveyard， 还记得吧 ？graveyard 啊，叫坟场。Grave 叫坟墓，那 aggravate 呢 ？agg 叫 to 走向坟墓，你觉得呢？恶化，啊，恶化的意思，都慢慢往坟里面走了，你觉得呢？恶化没救了 ，aggravate 动词。好，这一串属于非常高大上的一组词的扩展，真的讲完了，请相信我啊。那么我们下个单元迎接挑战啊，很恐怖的十三单元，十三这个数字注定不平凡。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会儿，我们下次见十三点的单元。